对，嗯，你这个鞋是什么时候买的呀？买了挺长一段时间了，穿好几次了。是吗？嗯，好看吧？哎，我之前没见你穿呀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能干嘛呀？我就感觉你长得越来越好看了，怎么这么漂亮，都长我心里去了啊！一天24小时，咱俩待在一起就15个小时，你还想干嘛？不能9个小时不见也甚是想念吗？哎，小细胳膊。哎呦，这皮肤。身材怎么这么好？不是，你有什么话你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能干嘛？花开了叶绿了呗。我发春了。是的呀。我去，你天生之无知的不知道干什么事情发春了，不要脸。哎，不是，你没感觉我今天格外的帅吗？我帅。哎呦，我真喜欢听你骂我，你连骂人都这么可爱啊。你再碰我一下，再碰我一下手给你剁了。好，不碰你，那咱们数个肩膀吧。1个肩膀，2个肩膀，3个肩膀，你自己吃吧你。不是，吃呢。秋宝，你去哪儿？